是什么地方啊？是驯龙馆。驯龙馆听起来有点厉害呀。阿基，阿基，阿基！霸王龙，快拦住他！阿基，哇哦！现在怎么能睡觉？阿基，阿基，阿基！这是棘背龙。棘背龙，肉食类恐龙，背部长有长棘，形似船帆。霸王龙，快去对付棘背龙啊！好了好了，只要你听我的，咱们就去吃好吃的。哇哇，果然是贪吃鬼。三角龙，我们先给他点厉害。狼奔，爸爸阿基，阿基，三角龙，你太厉害了！棒棒，小棘背龙，你跑去哪里啊？哈哈，传说中的小棘背龙不是很强大吗？怎么这么说？好久没出来战斗，所以身手有些生硬了。天哪，我没认错人吧？你不就是去年在驯龙竞赛上连续赢了三场，打入八强赛的小风前辈吗？好像是哦。是小风前辈，我也看了前辈的比赛呢。今天能见到小风前辈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我可以挑战一下你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一个新人怎么敢挑战这么厉害的前辈呢？嘿嘿，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？我现在可是拥有三只小恐龙，可以参加比赛了。要我说，前辈才懒得理你呢。这个嘛，已经好久没有竞赛了，跟人过过招，我倒是挺有兴趣的呢。太好了，前辈居然答应了。小风前辈，那么快开始吧，我要战胜小风前辈。对吧，霸王龙？呱呱，小棘背龙是你了。进化领域开启，出来吧，小棘背龙！海啸狂变龙，进化连装，一速进化，呱呱，大吉啊！我好像又看到去年那只强大的小棘背龙回来了。霸王龙，拿出你最强的本领来！没错，让你见识一下小棘背龙的威力。霸王龙，把水吞了！霸王龙，干得漂亮！啊，新奇，看来你还需要多一些经验。经验不是最重要的吧？重要的是我的霸王龙可厉害了，爆裂龙吟！怎么会这样？霸王龙腹中火焰的能量已经被吞入的水给消解了。激光射炮！加油啊，霸王龙！小风前辈太厉害了，基本找不到破绽。霸王龙，等等，先回来！小棘背龙，冲击水泡！这不是普通的火焰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龙炎真火？有意思。
Dino Trainers， 嗨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